我是 William， 今天来这个场要 try to 找那个 tarpon 跟 ladyfish， 就看今天有没有 luck 中到它了。So OK， 走。这里有四脚蛇。 这里基本上都是一些废弃的那些养鱼场，四脚蛇，四脚蛇在这里很正常啊。OK， 前面是另外一个 spot， 说希望接下来会有幺蛾啦，有鱼讯啦。OK， 我们来这个当中这边 try 一下。OK， 通常那边都会藏鱼啊。 现在有风，说它会把我的耳吹来右边一点，所以我们要丢去外面一点，给它的风吹进来。这里要收快一点。哦，咬了，咬了，咬了。OK， 这里有鱼讯，看样子应该是 tarpon 还是 lady。 鱼有在的，你看它的浪，就看它几时要咬而已。那我前面也是有，看到这里的鱼哦，是要天暗还是天刚要亮的时候它才要咬。现在它的鱼还不开口，我们试看换一下 spot， 丢看这边看，看它有在吗？刚才在前面看它们在那边玩水。 我们这边卡手几卡，如果还没有，我们就去外面。中了，看到吗？如果它有的话，它就直接咬。不大只，我们今天是要搭个比较大只的，这个应该是小 tarpon， 哎，小 lady， 这个 lady fish。 是 storm 的 flutter stick， 给它脱了。这个是这里的比较多的一种鱼种，就是 lady 了，还有更大的，所以这个是算是小 baby 的 size 啊。还有这里有人中过，就差不多整米了， 90 cm 3尺到1米都有，就看有没有了中它了。来，我们放掉它。 OK， 走掉了。So good， 再试试。<咳>我们在那边，我们看这边有 frenzy， 我们来这里试试看。他现在又不进去了，不用急，在这边看说几下，看他回来嘛。刚才整大群啊，在那里的时候。 哦，咬了，咬不到，在前面叫，哎呀，追到我前面来，看到吗？这个浪，再来，再来，他还是喜欢快呀，不是一只吧？哇，这里有几只哎。OK， 终于了，哇，有 size， 有 size。 OK，tarpon， 你看我给它跳水啊，跳跳跳跳跳跳，哎呀。OK， 哇，这个算是有一点 size。OK， good size 啊，大圆海鲢，来 ，good， 中到一只，不烂。 大眼海鲢，你看眼睛够大嘛？刚才就在远远看到它这边追小鱼，来这里丢不到，应该没有到10卡，它就咬了。之前也是有咬，咬不到，说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差不多的 size 哦，漂亮。希望等下还能中更大只的，感觉很不错。呵呵，你看它的鳃，还有。喂
你看很长的 OK 放走它了 OK OK Good fire OK 这个就刚才坚固的家了 Storm the flutter stick 它是一种 sinking pencil 啦 就是丢过去, 你要快也可以, 要慢也可以, 要放到, 沉到完, 再拉也可以, 所以刚才它是吃快的啦, 一下水就抽, 就拉, 所以它就咬啦, 所以等一下我还会用它继续钓啦, 因为这里的水不深啊, 就是这个什么泳层都可以用, 我们再try看, 来, 可以来，我们继续丢回一样的 spot， 看还有没有这个浪。 不了 ，Lady， 你有拍到吗 ？OK， 这次是 Lady 啊，玩快快，哇 ，OK，Lady Fish， 哈哈。OK， 这个我也脱了，脱钩先。 这种鱼脱钩手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它们很厉害跳啊。冷的话不要用短短的 pliers， 用长一点的。然后脱完夹饵，拿去夹饵放在那边，没有等下你会不小心踏到你的饵还是杆。再来拍照。 哎呀，这个我们就随便拍掉了，我们要继续钓。 Lady OK 差不多有20多 cm 的 Lady So 也是蛮不错啦如果你们用轻型钓竿钓是更好啦不过因为这个海钓我就只有一只鱼竿钓海的咸水的懒惰洗啊轻型的都没有拿来用 So good fight 我们再继续钓这个先放先哎呀 来，第二次 release， 带回去长大 ，OK， 再来继续，看丢那边连续中两次啊，我再丢多一次看看还有鱼吗？再来 try。 如果那里有鱼哦，你会看到它们跟来的，就是它的浪在跟你的家人。那现在有了，跟不咬，等警察 try， 现在我们要换一个 spot 那边的，趁现在天还没有安全，我们快快走过去，等下没有时间了。来，我给你们看一下，你看那边吗？ 整群鱼在那边，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那边钓，看到吗？你那边随便看随便中啊，走 ，Let's go。看那边很多鱼玩水，所以现在要快点去那里呀。等下天暗钓多一下就差不多要走了，就是这里，你看，那里的鱼。OK。 这里，这个第一 cast 没有中，我很意外，我以为是肯定中了。刚才这里有一只鱼很奇怪，它应该是在咬我的鱼线呢，在前面这里，蛮大只一下是吧？OK， 我现在要做一些比较。 不好东西啦，就是看能不能发护到这只牛腩鱼，它在我前面不能顶了。
再 try， 哎呦，它是牛奶鱼吓到哈。他是吓到他了，好，再 try 啊，可能呢 try 紧张哦。刚才那个中了，还没有中，没有打喽。哼，如果刚才那只中蛮大只一下，我以为小小只啊，冲一下我就知道它塞几大只。然后丢下边。太重了，这只脚也不能玩。OK， 换波波啊。嗯。波波用你啊，还是我 ？OK， 换波波了，不要这样玩了。try 波波，到我的天安了。哎 ，try 到，哎，现在天刚开始要暗了，大概现在大概7:08，所以现在真正的黄金时间才开始啊。说现在我已经换了水面细甲鹅，就是这个单车，就试试看能不能有机会中到大鱼，因为今天目标鱼是大大棒，看能不能中来一只超过2K 的大棒，来我们 try。这里有时也是会有虾蛤的，可是会比较少，虾蛤听讲都被人家打包完了。OK， 现在差不多7:09，还钓多一个几十分钟，我们就走了。现在我回去刚才那个 spot， 因为听讲那边的晚上玩 double 的很蛮活到的，我们就去试试看呢，也是第一次 try，Let's go。中一次不能控制，像刚才那次牛奶鱼这样，就算它没有中钩，我也觉得不能控制的那只鱼。哦，原来是这个鸟，吓到鱼不敢靠近。可以招鱼了，哦，他要跳掉了，不用紧，哎呦，快点，等一下，你拿着，等一下，快点，还能弄，等一下，他勾着我的这个，不用紧。